慧天长老曾任普门中学副校长、中国佛教研究院、净律佛学院、福严佛学院教务主任及普里正觉经社住持，编有实用净土丛书、因果四书。长老对佛学则专修净土，曾受邀赴大陆、香港、澳洲、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主持佛期，深受信众欢迎，现住正觉经社专心持戒念佛。大家吃好了以后啊，把餐具摆好做好，没有吃好的继续慢慢吃，请放章。今天是我们佛期的第一天，那么大家不管你是第一次参加或者是多次的参加，能到这里来就是跟阿弥陀佛有缘了。这个佛在世的时候啊，守卫国里边有三分之一的人的还不闻不到佛的名字，所以跟佛有缘是很重要的啊。那么今天大家能够到这里来呀，我们应该自己能够知道我们自己这个善根是很深厚的。尤其呀，这个有好几位呀，这些小菩萨们啊到这里来，我想你们呢一定是感觉有的不习惯呢，大家要忍耐呀。任何一件事情啊，没有轻轻松松成功的，所以大家要忍耐，或者是身体有一点不大舒服，或者是啊心理上感觉不能够适应，不要紧，慢慢来调试。但是你不能够发脾气，要生气就糟糕了，生气就有罪过哟，不能生气哟。这个这次本来我们这个佛期当中没有小朋友的呀，那么这次要这个佛期圆满了，第二天呢要给这个青少年受福智施善法，所以就有了这么多小朋友来了，当然也是好啊，但是你们要守规矩，不能由于你们自己啊随随便便的破坏了大家的规矩啊，那个就不好了啊，大家要注意哦。啊，你自己的父母来了以后，你也要注意，告诉你的孩子，他实在不行，不要勉强，让他回去，不要勉强。勉强了以后啊，造成一个他自己的伤害，造成大众的一个困扰，这个就不好了。啊，这是一点。另外一点呢，我们大家到了这个佛期的头一天，你就可以自己测验你自己，跟三宝的缘的深浅。有的人来了欢欢喜喜的，啊，看见了佛，看见这个菩萨，看见道场啊，欢喜，啊，这是一种。另外有一种人呢，来了以后啊，看看好像过去有一点认识，又不太清楚，这个时候心里没有什么感动，这是一种。还有一种的呀，来了以后感觉都很陌生，感觉都不大对呢，各方面都不对。这三种人呢、啊、第一种人善根深厚啊，第二种人善根也是有，但是不够深厚。那么第一种人就勇猛精进呢、啊、你有这个善根做基础，你要好好用功精进。第二种人呢，这个时候我们在可进可退的时候，你要自己摄心，要注意啊，要用功啊。我们往昔的善根不是谁给我们的，都是我们自己培植的，因此呢你自己呀、啊、就要摄心在这里拜佛念佛，不要想其他的事情。第三种人呢，不喜欢看这个地方，不喜欢这个就问题比较大呀，有一种排拒的感觉，这个时候你要忏悔了。我们生死流转呢、啊、在六道轮回当中能够跟佛结缘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啊。所以因此啊，那么你能够到这里来就是有缘的，
不过缘不很深，不很深也有缘的，你就把握住这个因缘，好好的念佛，好好的拜佛，同时也告诉自己啊，我自己啊，生死流转当中啊，跟佛结的缘不深，今天我要把这个缘结深。啊，那个小朋友不要笑我，你要听我讲话。我们《地藏经》那个阎罗天子问佛，他说：“地藏菩萨呀，无限的慈悲，从地狱里把这个众生救出去，但是很快众生又进来，为什么？”师尊，你告诉他：“难言菩提众生，刚强难调，刚强难调嘛。所以你在地狱里头流转呢，就是这个原因呢。你自己考虑考虑，我是不是刚强难调？”告诉你，你不喜欢，马上就有反应。你是不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地狱种子。这个时候啊，你自己要好好在佛前忏悔呀、啊。真正的学佛上路了以后，是柔和善顺，非常柔和，非常善顺的，不是说是啊，我自己要用我的个性的。学佛不要用自己的个性，自己没有个性。你有个性就是六道三恶道的个性，没有个性这个就对了。在这里怎么样的规矩怎么定的，我就怎么样的照着做，这个就柔和善顺。你别看这个也不对那个也不对，好了，那都是你一个人对，那就不行了、哦、假如你有这种情形，你又改不过来呀，我跟你讲，那你最后啊，你一定会中途离开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菩萨们啊，我们一定要知道这个佛法的道理，我们自己要摄住我们这个心，在生死流转当中，我们染污了很多的三恶道的习气。三恶道的习气什么？看了这个人天的正法，看了佛法不喜欢呢、啊，闻到那个恶法他喜欢啊，财色名食睡杀盗淫妄酒，闻到这个欢喜，闻到念佛，闻到拜佛不欢喜，这个就是你在三个道里的时间长，闻到佛法的时间很短。因此自己呀、啊，我们要告诉自己啊，在这个今天在这个状况下呀，大家自己必须很冷静地面对自己，要不然的话呀，你这个七天当中啊，能不能够打下来大有问题。我们希望啊，我们这个佛期是一个非常特定的一个佛期，可以说我们出家的人呢，在结下安居当中是自己用功办道的，不出来的。但是今天我们出来了，那么这里常住的法师也放下了他们的修行来成就我们。假如我们自己再不能够体会到这一点呢，再不能够好好用功在这里安心念佛拜佛的话呀，那你自己的福报不够，自己福报不够啊。那希望我们大家呀能够明了这一点。最主要的要摄心，摄心从哪里开始摄呢？把眼睛收住，不要东张西望的，不要看见人，看见物，看见这，看见那，把眼睛先收住，就往下看，眼观鼻，鼻观心，不要东张西望的。我看了这个很多呀，我们这个刚来的时候，我就看着他的这个修行的怎么样，就知道，那眼睛一直不停的东张西望的，那个你纵然这个佛期打下来，你的收获太少了，眼睛收住。不要东张西望的，只看到自己的鼻子，不要看别的地方。小朋友嘛，这个时候你们要注意，也不要讲话，也不要这个在这里呀、啊、随随便便的出入。打坐的时候啊，也要坐好，也不要在那里打瞌睡。你实在不行，你就告诉你的爸爸妈妈，你回去。啊，你假如实在这里不能守规矩啊，到时候我会告诉觉察师父，让你回去。提前让你回去，啊！我希望大家我们在这里呀、啊，好好珍惜这个因缘，好好用功啊，好好用功。很简单，你就照这样做，
就对了。那么有的人呢就讲，我这念佛是念佛嘛，这个又规定这又规定那，规定这规定那，那都是帮助你能够得念佛三昧的，能够得到一心不乱的。所以因此你一定要守住这个规矩，不守住这个规矩啊，对你自己不好。希望我们所有在座的菩萨们大家都能够注意啊，不管你是老参，不管你是新学的，你都要摄心，把心摄住，不要看别人，只看自己，只要看自己啊。另外就不要讲话，眼睛不要东张西望啊，这一点呢非常非常的重要。希望我们所有的参加的这个佛齐的菩萨们大家呀、啊、能够摄住心，好好用功办道。今天是受八关斋戒啊，大家要好好摄心，要准备，不要大妄想啊。对治这个妄想最主要的办法，你就是念阿弥陀佛，一句阿弥陀佛念下去，慢慢慢慢妄想就少了，少了到最后啊，妄想没有的时候，那只剩阿弥陀佛了，那就是一心不乱的时候。这道理啊很简单，修行也很容易，问题在我们自己是不是能够啊，能够专心，能够用心，这一点非常重要。用心。心念怎么样念的，就是不要打妄想，心不要想别的，就自己听自己的声佛号，大家的声音都能听得到，但是我只听我自己的声音，我听到自己的，听到最后啊，其他声音都没有了，只是你自己的声音的时候，那就入定的时候了。所以大家就练习啊，用这声佛号来自己的听自己的声音，听久了以后，心就不动了。不动了以后啊，只能听到你自己的声音，其他听不到了。这个用功啊是这样子，要靠自己去照着这个方法去用功。这个我们这堂是过堂啊，第一天的中午的过堂。这过堂啊，吃饭呢、啊，我们修行的人要把穿衣、吃饭、睡觉、走路这些个，通通变成合法，那就对了，那就把我们的佛法变成我们的生活，融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到最后呢，让它变成我们的生命，那就成就了。所以因此啊，我们吃饭的时候啊，心里也不要是东想西想的，吃饭就很恭敬、很专注的来吃这个饭。其实我们一个人呢、啊，这一生应该吃多少饭有一定的，吃多少米呀、啊？我们《了凡四训》这本书大家看过，那里头袁了凡先生吃多少米都有一定的。所以因此我们吃饭呢，你吃该吃多少有一定的。所以因此我们吃的时候啊，要兢兢业业、恭恭敬敬，在佛法当中以佛法来吃这个饭，这个就是修行。那么我们一开始啊，没有一下子能够做到的，但是没有关系，慢慢来，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来，自己告诉自己，吃饭的时候也不要打妄想啊，就这样吃。你看我们这个十全五关呢，那有一关叫防心疑过
贪等为一种，防止我们这个心呢离开过失。离开哪过失呢？贪等为一种，贪、嗔、痴这三个。怎么了贪呢？我喜欢吃这个菜呀，我就起贪心了；不喜欢吃的就起嗔心。这个菜也无所谓，喜不喜欢吃的时候，什么东西都不想了，呼呼噜噜的吃，贪嗔痴。我们这个心呢，不起贪嗔。你在娑婆世界里的贪嗔不起，这一句阿弥陀佛能够念下去呀、啊。你虽然没到极乐世界，你已经是极乐世界的人了，阎王爷找不你去了。你假如我们这声佛号不间断，阎王爷派人来抓你，抓不去，他不敢来抓。这个在这个净土圣贤录里面有公案的。那人他有病的时候，看见这个阎王爷派人来抓他，他就赶快念阿弥陀佛，那个鬼就跑走了，就不敢。所以这些阿弥陀佛的功德是无量无边的。为什么叫阿弥陀呢？无量就是无量啊，阿弥陀呀、啊、什么东西没有限量的，他的功德、他的智慧、他的福德、他的神通、他的道力，统统无量无边。所以有问题啊，我昨天给大家讲，你们有问题的时候求阿弥陀佛啊，你至心诚意求，一定有感应的啊，一定有感应。要怎么样子呢？你心不动，阿弥陀佛心是不动的。阿弥陀佛的心是法界，就是法界。那我们这个心不动的时候，就与法界相应，就与阿弥陀佛相应。你求什么都能得什么。你们自己也试试看。我们历代的祖师这样传承下来，我也看到过很多这种情形的，大家。你不妨试试看，啊，要这佛法就是一个，是个生命的学问呐、啊，是个生命的力学呀、啊，就是要用一种佛法的力量改变我们这个生命。我们这个生命是个什么生命呢？五浊生命，劫浊、见浊、烦恼浊、众生浊、命浊，这五浊。现在用一句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把这个五浊。改变过来，改变过来了，可以改变过来的。所以大家呀、啊，在这七天当中，你就好好注意到这个心不要跑走，心不要跑掉，啊，心不要跑掉。第一步，把眼睛管住，你不要东看西看的。你看这孔子告诉颜回呀、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就是不是你应该看的，你不要看。为什么一看一听就起心动念呢？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视听言动，视听是意业，非礼勿言是口业，非礼勿动是身业。这三个、这四个呀，前两个是意业，后两个是身业，都能够非礼勿动的时候啊，这个时候通通就是三业清净了啊。再加上一句阿弥陀佛的功德，这个功德是无量无边的。这个希望我们所有的呀、啊，这个菩萨们呐、啊，今天大家说了八关斋戒呀、啊，八关斋戒就是在家的出家戒，大家好好的受持这个戒。那么这个在晚上这一餐的时候啊，大家没有习惯。会感觉的饿，你不要想他饿，你要想他饿，他就饿了。这天下的事情都是想出来的，你不想他饿，不饿，就念阿弥陀佛就好了。啊，今天一过去，明天、后天更自然了。希望我们这个佛学当中啊，这里也有很多老师啊，利用这个假期来参加这个佛学的呀。那么我们希望你平时啊很辛苦啊，教学生啊，利用这个假期啊，那么难得的念七天佛，身心呢净化一下，我们疲劳的这个身心呢，使它恢复一下。
那么在佛法当中是最清净的呢，最不漏的，所以大家在这个七天当中啊，把八关斋戒受得干干净净，把这些佛号念得清清楚楚，一切的问题都不管，你放下，我们讲万缘你放下，一心念佛，一切的外边的意念统统放下，统统放下，然后就用这个心啊，一心来念阿弥陀佛。假如有问题的话呢，你就求阿弥陀佛，你把这问题交给阿弥陀佛好了，你要打完了佛七回去，你试试看，这个有效果的。像我们这次这个佛七当中啊，大家都能够好好的摄心，好好的摄心。本来这个天气是很热的，现在一下雨啊，反倒好一点了，不很热了。那么大家就更要摄心，摄心第一步就是要把这个眼睛啊不要东张西望的。另外呢，这个嘴除了念佛以外，不做其他的用，喝水、吃饭，不讲话。这样的话呢，那我们这个心就收住了。收住了以后啊，那就是一心念佛，一心念佛就与阿弥陀佛相应，念念与阿弥陀佛相应。我们的永明延寿大师啊，他老人家是阿弥陀佛四现的在南边，所以他讲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因为一念没有妄想，每一念就是佛的功德。所以我们一天没有妄想，这一天就是佛的功德。我做一天佛，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呀。所以我们这个来参加的这个佛七的菩萨们呢，也有的过去也参加过佛七，也有的大概是最近刚参加的。不管是过去老参要加油，刚刚学的你要摄心，摄心。刚学的时候啊，要敬慎入道，恭敬谨慎，恭恭敬敬的，谨谨慎慎的，小心翼翼的，这样的念的一声佛，这是一开始。到老参的时候呢，到最后啊，要精一专精一心，这样子，能够才能有突破。通常一般的修行的人呢，新学的没有下手处，不晓得下手怎么用力。老参呢不容易突破，在原地打转。那这个就是我告诉各位啊，新学的要敬慎、恭敬、谨慎，不能大意、小心翼翼的。老参老修行啊，你就要怎么样？精一，微精微一，把这声佛号念下去。念念念久了以后啊，那个时候你自己如人人水，仍然自知。希望我们大家那个共同努力啊，把这个佛七当中要能够大家打得很圆满。各位法师，各位在家菩萨，大家们阿弥陀佛。我请饭堂，今天是我们佛七第一天，已经过去了啊。我们听到大家念佛的声音呢，就知道大家都很用心地念。这个念佛的时候啊，大家要念大声念，声音要大，不要不出声啊，不出声不行啊。
要出审面，大审面，这个你要听自己的声音，听自己的声音，这么多声音呢，你都可以听到，但是就听自己的声音，把我们自己的那个心力专门注意到自己的声音上，这样久久以后啊，这就是修定力，可以这样练习。那么另外呢，大家这个拜佛的时候啊，要柔软，姿势要低，要有身体要柔软，姿势要低，不要身体姿势很高，这个不好。所以拜佛的时候大家要注意，拜佛是调身。那绕佛的时候呢，绕佛的时候是调息，就是我们这气呀，也不急也不缓，这样慢慢的来这个念一声佛号。归位的时候就是调心了，这个我们这个心呢完全安住在佛号上，就这样听自己的声音。那么你这样共同下去念呢，心里这个妄想就没有了。事实上来讲呢，妄想是很多的。这莲池大师呢，他曾经讲过一句话，他说呀，莫管他妄想纷飞，只会我念佛精确，字字分明，句句接续，极力指示。莲池大师讲的告诉我们，念佛就是这样的，你不管我们这个妄念纷飞多少，不管，我只会念佛精确，精是不杂，确就是念得很确实的，不要顺口溜，不要顺口溜啊，一定要念得很确实的这样念，字字分明，句句接续，极力指示，尽力量这样念下去。这个在佛法里来讲呢，有我是凡夫，无我是圣人。那么圣人破我者无我的，但是我们在凡夫论功的时候，你先要忘我，把自己忘掉，就念一声佛号，极力指示，指示这声阿弥陀佛的圣号，这样念下去呀，久久以后啊，就把自己忘掉了。忘掉了以后啊，就是印光大师讲的念即情亡，念念念久了以后啊，这个分别的情执没有了，这个时候就是贤位的菩萨呀。在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很殊胜的原因就是救度还家，非常容易修的，就是因为太容易修啊，有时候反倒大家不太注意了。我们能够在这个这么好的环境啊，有这么多的师父来帮助我们来念佛，这个是我们的福报，我们大家要好好珍惜。还有这些小朋友们呢，今天我看着你们都回到的爸爸妈妈的身边呢，念得更得力啊，更很好，一定不要打妄想啊，好好念佛，你们有福报啊，要好好念。另外讲这个拜佛的功德，拜佛的功德呀，永明延寿大师是我们净土宗的第六代的祖师，他在那万善同归集里头引用佛经的话说，礼佛一拜，从膝盖，从我们的膝盖一直到地下那个金轮，一个微尘，一个转轮王位的功德，你看这个功德多大呀。那有时候大家会想着念一声佛真有这么大的功德，真有这么大的功德。我再讲一个简单的公案，大家听一下。世尊在世的时候啊，有一个老人要出家，要出家呀，五百阿罗汉同时入定观察，这位老人八万大劫以内没有善根，在佛法中没种善根，纵然出家也不容易成就的。那么就告诉他，你不要出家了，回去吧，出家很辛苦，你也不会有成就的。这个老人呢，听了这个话以后，心里很难过，因为佛不在家，
佛不在精舍里面呢，这个老人这些的大阿罗汉呢，要他回去，他又不想回去，但是阿罗汉们说他没有善根，他自己非常难过，就在那门口啊，在那里哭。哭的时候，佛回来了，佛回来，佛就问他你哭什么？他讲，释尊说呢，有善根，把他带进来，带进来告诉阿罗汉，那些阿罗汉们就剃度，剃度以后，很快证阿罗汉。那些大阿罗汉说，释尊，我们500阿罗汉同时入定观察，没有善根，不能成就的今生。怎么老人家给他剃度罗了，马上证阿罗汉？世尊说：“你们阿罗汉只能知道8万大劫以内一事，8万大劫以外不知道了。这个老人家在8万大劫以外动了善根，动了什么善根呢？这个善根呢，我一说你们就知道，感觉很小。这个善根，这个8万大劫以外的老人是一个樵夫，到山上打柴。”打柴的时候遇见老虎来了，他一着急爬到树上去了，爬到树上去以后啊，这个老虎不能上树啊，老虎在底下向着树上咬吼啊，他一着急念南无佛三个字，南无佛，就这三个字，佛说你8万大劫以后在释迦牟尼佛座下证阿罗汉，念一声南无佛8万大劫以后在释迦牟尼佛座下证阿罗汉。你看我们拜多少拜佛，念多少声佛，所以这个功德呀是不可思议的呀，不可思议的，这都是佛说的。所以因此呢，我们要欢喜，要欢喜心，要庆幸的心来念佛，以感恩的心来念，这样子呢你就会容易与佛号相应，那个念出味道出来，念的声佛号念的很有味道，很甜。到时候啊，你想不念舍不得，要这个样子才行。这个人人可以做到的呀，大家要去往里头走这个路啊。这个佛菩萨告诉我们，这个路是一个很光明正大的一个路。这个路啊，佛只能告诉我们，却不能替我们走的。这个路要我们自己走，所以我们大家自己呀，要好好把握这个时间。这一天一天就这样过去了，今天一天过去了，明天后天七天一切就过去了，很快呀。所以因此大家要把握这个时间。你念的时候就是听你自己的声音，不管别人的声音。念的时候有时候心都会跑，跑了以后拉回来，放到佛号上。他还会跑，再拿回来，就是这个就是修行了。修久了以后啊，他就不跑了，不跑了以后，慢慢，这个心呢、就扶住了，扶住了以后就没有妄想了。这个时候你用功就念念与佛相应，所以那个功德就是殊胜的，无量无边的呀。所以我们大家知道这个道理以后啊。我们就应该很欢喜的啊，很庆幸的感恩心的念一声佛。那这些个小菩萨们呢，师父告诉你们这个话都是有根据的，你们要相信。你妈妈带你这里来呀，这是你有福报啊。你回家以后啊，第一件事情要给你妈妈顶礼，给爸爸妈妈顶礼，他们带你到这个地方来修福修慧呀。这个是很不容易的呀，很不容易的啊。这个下面呢，我们要讲释迦牟尼佛他老人家成道以后啊，第一句话他讲：“奇哉奇哉，一切众生皆有如来智慧德相，至于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这是世尊成道以后的第一句话，就感觉很奇怪的，这一切的众生都有如来的智慧德相，就是因为有妄想和执着不能证得，所以世尊
成道以后49年说法，谈经300余会，都是要众生断除这妄想执着，证得如来智慧德相。那么这个妄想执着是什么呢？在佛经里来讲，这妄想执着啊，实际上来讲就是那个五住地的烦恼。我们先讲这个执着，这个执着啊，就是见思烦恼，见思烦恼。那么这个是三界内的烦恼，我们先讲这个见烦恼。见烦恼是什么呢？就是身见、边见、邪见、见取见、戒取见，这五个，这叫五力识，就是这五个叫五力识。那么另外那个四合呢，四合是由五顿持、贪嗔痴慢疑。那我们简单来讲，这个见烦恼就是分别，爱烦恼这个思合呀，就是一种爱憎。所以那个禅宗的僧璨大师呢，他在那个《信心明》里讲：“至道无难，未先拣择，淡漠憎爱，动然明白了。”就是你这个心不要有憎爱，不要动感情。一有感情以后啊，这三界的生死离不开了。这个见烦恼和这个爱烦恼，这两个烦恼，这就是我们法，这是我们的我执，在三界内的生死轮回就是这个。你这个要破了以后，好了，就出三界了，阿罗汉就破了，出果的圣人破见合，80、80的见合一切都破掉了。但是出果的圣人还要七次的天上人间，然后证阿罗汉呢，才出三界，这是靠自己的力量的。那么这个妄想是什么呢？刚才讲的这个是执着。妄想是什么？妄想就是那个根本的无明，无明住地那个烦恼。这两个是这个无明住地的烦恼啊，是形成法执的。法执是三界外的变异生死，我执是三界内的分段生死。那我们现在都在三界内的凡夫啊，分段生死，一段一段，一份一份的这个生死。那这个就是见思烦恼所引起来的。因此呢，我们要念佛的时候啊，大家记住，不要起贪嗔痴慢疑，不要起这个身边心见戒，把这个东西把它统统放到一边，专念的是阿弥陀佛。我这心里头啊，什么东西都没有，清清净净念佛。这个时候啊，念一声佛就是佛的功德，这一念相应，一念佛呀，就是这样子的。这个在其他的法门来讲呢，要是靠这个自己的力量来修行的话，那么这个要到成佛为止，要经过52位次，这是天台宗的智者大师判教，52位次，有十信、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这50个位次。另外加上个等觉、妙觉，52个位次。那么这52个位次啊，他要把这些个就是妄想执着统统断掉，然后才能成佛的，是这样子的。那么这个他这个这52个位次啊，要经过多长的时间呢？三大阿僧祇劫。那我们先讲讲一个小节啊，讲一个小节。这个人寿啊，当初是84000岁，轮王治世，那个人民的福报非常大，84000岁。
过一百年减一岁，过一百年减一岁，为什么要减呢？慢慢就起贪心了，慢慢这个道德就低落了，人的福报就不够了，寿命也断了。过一百年减一岁，过一百年减一岁，一直减到十岁，人寿十岁。这个时候啊，人这个时候人呢，互相残杀，草木都成刀兵了。那么有的人呢，就他有一种自己的觉悟，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残杀呢？为什么大家不能够和平共存呢？有这一念开始的时候，大家开始慢慢慢慢就回过头来了，就断恶修善了，慢慢的来呀，往好道上走了。过一百年增一岁，过一百年增一岁，又增了八万四千岁。这个时候一小节一减一增，一个小节二十个小节是一个中节，四个中节是一个大节。你看这个假如也是一个三大阿僧祇节，阿僧祇无数个大节，三个无数个大节，你看看多长的这个时间呢？所以为什么学佛的人很多，成道的很少呢？就时间太长了，容易退转，就是这个道理。靠着这个我们自己的力量啊，修行啊，就是这个样子的。所以世尊呢，他老人家在讲经说法这个四十九年呢，谈经三百余会呀，他到了讲到方等会上的时候，他就开始讲念佛法门了。因为讲啊，完全靠自力的法门呢，一般的凡夫太难了。所以因此呢，世尊这个时候啊，就讲一个仗阿弥陀佛的愿力摄受的法门。那么通常呢，在马明他这个龙树菩萨的大智度论里的讲，叫做易行道，仗佛的易行道，容易这条容易走，仗佛的力量。你只要靠自己的力量，自己要断烦恼，了生死，证菩提，要这个样子一步一步来。那么断一个见烦恼，我们在佛经上讲，像断四十里的流水那样子，四十里地的那么长的流水呀，你把它断掉，你看看，断一个见烦恼，断见烦恼啊，还没有出三界呀，还要七次的天上人间才能出三界呢，何况那个爱烦恼啊，那个丝合呀，那丝合一共有八十一品，因为三界有九地，这九地呀、是欲界是一地，色界有四地，无色界有四地，而且是八地加上欲界这一地九地，每一地有九品，九品爱烦恼，九九八十一品。这个八十一品呢，你一品不断，你都不能出去的。那阿罗汉就是把这九九八十一品爱烦恼断完，出三界了。出三界了以后啊，他这个生死就了了。这个生死了的是什么生死啊？分段生死，三界内的生死，还有三界外的生死。三界外的那个生死是什么呢？就是那个妄想。那个妄想是无明，根本无明，那叫我们在佛法里来讲叫做无明住地，那个根本无明，对我们来讲啊，对我们就是不能够了知实相，那就是那个无明的关系。我们一般人所看到的一切的法，统统是假象，不是实相，不是真实相。因为什么呢？你的无明没有破，破了无明了以后呢，就看到实相了。所以阿罗汉呢，他是把这个三界内的爱见烦恼断完了，断完了以后出三界了，
三界外还有那个无名住地的烦恼没有破呀，因此还有遍地生死。那遍地生死呢，就不像我们这个分段生死了啊，它那是迷雾的问题。像我们知道这个烦恼这么多啊，见思烦恼啊，尘杂烦恼，无名烦恼，就尘杂烦恼啊，本来是没有的，这个就是度众生的烦恼。我们那个阿罗汉他断了见思烦恼以后啊，他一看呢，这个众生的烦恼太多，没办法度，他呢就是对这个见尘杂烦恼他没有办法破的。所以因此他的入涅槃呢就是这样子的。菩萨度众生就是靠那个破那个尘杂烦恼。为什么叫尘杂烦恼啊？那烦恼像尘土像沙土那么多，太多了。为什么众生无边，烦恼也是无尽的。所以因此你要想度众生呢，你就要把那个尘杂烦恼那么破掉。度某一类的众生，你就用某一种某一类的法门，你都知道。所以这个靠自力这个法门呢，世尊说了说法49年，到最后他就说这个念佛法门完全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只要你把这个烦恼扶住，不要起来贪嗔痴慢疑，不要起来身边邪见戒，不要起来，然后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能把你接到极乐世界去成佛去，就是这样的。所以因此呢，我们想啊，这个靠自己的力量啊，这个我们修起来呀、很辛苦，不容易成就。靠阿弥陀佛的愿力的话呢，阿弥陀佛发了48愿。愿愿都是度众生的，只要我们能够相信他的愿力，发愿往生极乐世界，我们在念佛一定往生，一往生就成佛了。到那以后就是我们念阿弥陀经啊，我们大家都念的啊，众生生者皆是阿弥拔智，其中多有一生补处，其数甚多，非是算数所能知之，但可以无量无边阿僧祇说。这是阿弥陀经的经文。众生念佛的众生一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啊，都是阿弥拔智。阿弥拔智是什么呢？不退转。这不退转呢有三不退。第一个是位不退。位不退呀、就是你不会再退回来生死轮回，在三界里不会来，相当于阿罗汉，阿罗汉是位不退的。第二个是行不退，行不退什么？就是实相的菩萨，他把尘杂烦恼破掉了，尘杂惑破掉了，破掉了以后啊，再不会退回来变成自了汉，不会了。第三个是念不退，念不退呢？就是破无明正法身，念念与佛智相应，这个叫念不退。所以一往生极乐世界三不退。那二五一大师呢，他老人家说呀，四不退毕竟不退，一往生极乐世界以后毕竟不退。所以这个念佛法门的殊胜呢，我们大家先有这个认识啊，有这个认识以后，然后我们在念的时候才能够凭这个信心，然后升起了愿力，念的时候才能得力。师尊说的专说的念佛的法门呢，靠阿弥陀佛愿力的法门的经典呢，有三部。第一部就是《无量寿经》啊，佛说《无量寿经》。第二部就是佛说《观无量寿佛经》。第三部就是佛说《阿弥陀经》。
那么我们这个打佛七印就是根据阿弥陀佛，根据阿弥陀经来的。文说阿弥陀佛指示名号绕一日绕二日到绕七日一心不乱，其人临命终时阿弥陀佛欲度圣众，现在其前世人终时心不颠倒，即得往生阿弥陀佛极乐国土。这是经文是这样说的，这是世尊的金口亲自说的。这一部经典呢，世尊没有人请法，世尊是无问自说的，没有人问，世尊自己对舍利弗尊者说的。这个念佛法门这三部经典呢，《无量寿经》是讲阿弥陀佛的因地，怎样修行成佛的经典，然后那里面讲三辈往生，另外讲到五多恶世里面这个五恶五痛五烧，你在这种的世界当中啊，怎样子能够离开这个五多恶世往生极乐世界，就是无量寿经的。那阿弥陀佛在因地的时候啊，修行怎么样发的四十八愿，然后啊成佛度众生，这一部经典是讲阿弥陀佛的因地的。那么第二部呢，就是观无量寿佛经。观无量寿佛经呢，是世尊对这个韦吉西夫人讲的。韦吉西夫人呢，她被她的这个儿子阿舍世把她关起来，关起来以后啊，她这个时候难过了，她开始念本是释迦牟尼佛，释迦牟尼佛就在她的王宫出现，完了给她讲这一部经典，就讲净业三福，十六妙观，九品往生。观经里面呢，多半都是讲的念佛法门的理论，所以我们修念佛法门呢，可以不修那个十六妙观，可以不一定修那个观法，但是那个理论要知道啊，尤其那个九品往生呢，我们要知道，知道了以后呢，那么大家在修行的时候啊，你这个理路啊清楚，就像我们走路一样，我没有上路以前呢，我把这在地图上，我把这个路线弄得清清楚楚的，然后开车上路，照着路标走，走到哪里清清楚楚，不会有问题。假如说我们对这理路不清楚啊，就像我们开车不知道路一样的，一边走一边问，当然这样也可以，但是这样不安全，万一遇着问错了说错了以后啊，就糟糕了啊。所以因此我们这个理路啊一定要弄清楚，弄清楚了以后啊，你心里有底，我虽然没有正德，但是我知道我这个路没有错，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个阿弥陀经啊，这一部经典完全凭信愿行三思量，然后指示名号一心不乱，那么我们净土宗里面历代的祖师啊，多半都是强调的这个阿弥陀经，这个三思量，信愿行这个三思量。那么今天我就想把这个信愿行三思量和这个指示名号一心不乱简单地来说明一下。那么这个信呢，要信什么呢？首先我们要信，相信我们自己具备佛性，跟诸佛跟十方诸佛无二无别一样的，我们的佛性跟十方诸佛一样，跟阿弥陀佛一样。那为什么我们是生死的凡夫，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都成佛了呢？那就是说呀，我们诸佛已经
在他的本具的佛性当中，烦恼除去了，成佛道，度众生。那我们呢？现在还在呢。我们虽然具备了有和诸佛一样的佛性，但是我们自己没有好好利用这个佛性，随着烦恼打转，随着贪嗔痴慢疑，然后造杀盗淫妄酒，生死轮回呀，痛苦不堪呐。问题就出在这里，一个就是阿弥陀佛和十方诸佛，他们用修德修行，修行功德圆满，他们自己本身具备的性德圆满的彰显成佛道。那我们现在没有修，没有修啊，在生死里轮回，痛苦不堪。因此呢，那我们现在开始修行了，啊，要怎么修行呢？第一步就相信我们自己这个佛性与诸佛无二无别，这是第一步。第二个呀，那我们要信我们本师释迦牟尼佛他所说的经典绝对没有错误的。第三个，我们要信的十方诸佛所出广长舌相赞叹这个修行念佛法门，这个也没有问题的，要信这个啊，这是要信。另外信阿弥陀佛的48愿绝对没有问题，这是信佛。另外呢，我们要信我们自己，信我们自己。我们自己既然与诸佛有同样的佛性，诸佛能成佛呢，那我们现在知道这个法门呢，也可以成佛。所以信佛信字。第二个要信因信果，我们相信呢，往生极乐世界那些个圣贤们都是修念佛法门去的，他们因是这样的，他们得到这个果。那我现在也是修这个因，将来必定得到这个果，信因信果。其他人能往生极乐世界，我也可以往生极乐世界，我修念佛法门也可以的，要有这个信，信因信果，信事信理。这个就是说道理了。信事啊，那么西方极乐世界真是有，距离我们这个娑婆世界有10万亿的佛国度，这是信这个事情。信这个理呢，极乐世界的距离我们娑婆世界10万亿国土，不出我本具的佛性，因为我的本具佛性就是法界，10万亿外的佛国土，阿弥陀佛的佛国土也是法界，也在我们的心性当中，信我们的心性，这就信因啊，信佛，信字，信因，信果，信事，信理。信这个以后啊，我们这个心呢、啊、就笃定了，因此呢、啊，这个时候再没有问题，好好念佛，念到要一心不乱，就有把握了。这个一心不乱呢，分两种，一个是事一心不乱，事一心不乱是什么呢？就是说我念的一声佛号，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中间没有妄想，这样啊，一直念下去，绕一日也可以，绕7日也可以，一日就可以了，那么就是事一心不乱了，就成功了。事一心不乱是这样子的啊，在我们念佛的时候念得清清楚楚，没有妄想，事一心不乱。在你一心不乱呢，那就是念到念及勤王，印光大师讲的念及勤王，即念无念，念的
这个分别的形式没有了，这个时候我们这个心不动了，心不动了之后，这个时候还在念佛，这个就不念而念，那个就是离心不乱的。但离心不乱的时候，就是破无明正法身的时候了。那么现在说理论说的太多了，现在我们回到事上来讲，一般的念佛的缘友们呢，大家都被这个一心不乱所困扰住了。我现在告诉大家，我们这个心本来不乱的，本来不乱。你要不信，你试着念，那么阿弥陀佛，你这一心，你念一句看，绝对不乱。那一心不乱，这个一心不乱呢，我们在一句不乱里可以体会出来，我这个心本来不乱的。那为什么烂了呢？烂了呢，就是打妄想，不好好念佛了。所以因此呢，问题呀，你就记住一句不烂啊，那么阿弥陀佛，念六字，念四字更简单，阿弥陀佛，没有妄想就不烂了。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大家在那个静坐念佛的时候，在那个快板就是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每念都是阿弥陀佛，中间没有妄想，那不就是一心不乱吗？因此你就注意到我自己把这一句不乱把持住不动，到最后就是一心不乱了。记住，你不要想着绕一日绕二日绕三日，不要想，我只要一句不乱，我就直接一句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就是这样的念，自己念得清清楚楚，听得清清楚楚，你就这样念，你试试看，能够念一句不烂，你就能够念十句，你能够念一百句，能够念一千句、一万句，那最后就是一心不烂了。从前的禅宗有一个祖师啊，他禅禅不开悟，他念佛开悟了。他就是一心用着一心不乱，所以这个法门呢是殊胜的。我们自己呀、啊，大家知道了以后啊，你要好好的把握住一句不乱。这是大家记住，一句不乱就是能够一心不乱。只要你一句不乱，无杂无间，一心不乱自然现前。那么第二个呀、啊，就是有的人呢感觉啊。说师父啊，我这个念佛的时候，这个妄想太多了。其实也没有妄想，没有妄想。这个佛在《楞伽经》里头讲，妄想无性，没有妄想。妄想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自己胡思乱想叫妄想。你不胡思乱想，你好好念佛，哪里有妄想？没有妄想。我讲的话你记住，这都是很重要的，没有妄想啊。你所以有妄想的话呢，就是我们自己呀、啊、没好好摄心念佛，东想西想的。所以过去就有人讲，师父这妄想太多，我说没有妄想，你要不信你把妄想拿出来看看，拿不出来，没有妄想啊。记住，没有妄想，一句不乱。你能够这样的话呢，一定很快慢慢慢慢进入一心不乱的。大家不要被一心不乱所困扰住，不要，我就一句不乱。你看我们玄奘大师呢，他到西天取经的时候，他不管你西天十万多里地，他不管，我只是只往西走，绝不东回一步。结果最后走到西天取经了，到了印度了。所以就是一句不乱，他老人家是一步一步一步地往西走，我绝对不往东走一步，终于达到目的了。那我们这个念佛的念一心不乱容易，我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讲，你比如说现在这个表演特技的那个马戏团呢，他们表演那个特技的呢，那个东西。假如我们用那种功夫，
二分之一乃至十分之一都成就了。你看他们空中飞人啊，那钢索上骑单车，你看那个功夫，他也不是生下来就会的，他是一点点练的。所以因此啊，我们要下决心要做成一件事情，一定能够成功的，一定能成功的。你看我们那表演那个单车、摩托车、汽车，看那个汽车的表演呢，他那个把车子侧过来看，这个都是他下了功夫的。所以因此呢，我们你要下了功夫，任何事情都可以成功的。天下无难事，只怕用心人，只怕你用心。我们本来是天下无难事的，只怕有心人。有心不行，大家都有心，看用不用。你要用心，要用这个心，要用这个心以前呢，要有信心，要有信心，你相信一定能成功的，就能成功。今天我们在座的所有的菩萨们呢，大家都对净土法门有很多都是老莲友啊，那么就是信佛念佛很久了，这次又打这个佛七，这次下一个决心，我在这七天当中啊，至少有能够有十句不烂，十句一心不烂，试试看，十句一百句，下个决心。你要下这个决心，这样做一定能做到，一定能做到的。问题就是我们自己那个决心下不来。所以因此呢，我们这个念佛法门呢，是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个门与大道，是八万四千法门以外的一个法门。这个法门呢，是仗阿弥陀佛的愿力，加上我们自己的信心，加上我们自己的念佛，这样子呢就能够成就我们的这个一般人要三大阿僧七劫的这种功德，我们能够就是一个念字就成就了。所以因此啊，这个法门呢，最主要是靠我们信愿行具足，那么具足了以后啊，你就要念下去。那么我们这个一心不乱呢，是平时用功啊，到临终的时候一念往生啊，就是那一念呢。因此我们平时要把这个功夫下好，到临终的时候那个一念当下就有把握，阿弥陀佛现前走，跟着阿弥陀佛走了，就是这样子的。有的人呢就讲，我现在年纪还很轻啊，我不想往生啊，不想马上往生啊。那发这个愿怎么行呢？你不要怕，不是一发愿阿弥陀佛就把你接去了，不是的呀。你看那个经上讲，现在临命终的时候，阿弥陀佛预祝圣众现在七千。临终的时候，你这个生命啊就结束了，快要开始轮回了。阿弥陀佛来了，佛子到我的国里去成佛去，把你接去了。你不要怕，你现在一发愿呢，往生极乐世界，你那个极乐世界的七宝池里面就有一个莲花莲宝开始了，你就是极乐世界的阿弥陀佛的弟子，持榜诸佛在护念你，二十五位大菩萨在加倍你，诸天善神在保卫你，阿弥陀佛在放光在照你，你在念佛的当中念念增长无量的福德，无量的智慧，不要怕，要发愿。你发愿以后啊，具备了这么多的殊胜的利益，假如你光是不发愿光念佛不行。过去他们禅宗里的也有用这个办法，用这声佛号来对治妄念，那个
不能往生极乐世界，你的功德不得显现你，所以要发愿信愿行。那个愿是什么呢？就是说我要放下娑婆世界，要往生极乐世界，就是这样的。放下，有人说呀，你们念佛法门的人呢，都是自私自利的。你想到极乐世界去，不是自私自利的。我们厌离娑婆，不是厌弃娑婆。我到极乐世界去学法去了，学佛法，法门无量誓愿学。我到极乐世界去学，学回来以后度众生。所以因此呢，这个大家要发愿，要发愿以后，然后呢，阿弥陀佛，你跟阿弥陀佛的愿才能相应。阿弥陀佛的他的四十八愿当中呢，第十八愿就是十念必生愿啊，第十八愿就是十方众生至心信要欲生我果，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乃至十念，这乃至十念呢，就是说从一念到十念都能往生。到临终的时候，那么善导大师他老人家的解释啊，就是一念往生啊。那十念是因为呢，临终的人呢，平时的功夫不够，身体又不好，到临终的时候啊，喘气也喘不来了啊，勉勉强强念十念，阿弥陀佛解决了。实际上就是一念，所以大家念佛的时候大声念，一念大声念出来啊，这一念有力量，阿弥陀佛光明摄受马上就把你接到极乐世界去了。到极乐世界有什么好啊？你直接就成佛的，到那里头众生生者三不退，位不退，就是不会再轮回生死。第二个行不退，不会再做自了汉，这是菩萨。念不退，直接破无明正法身。所以一往生极乐世界以后啊，这个功德殊胜的不得了。所以我们修念佛法门的人呢，应该知道这些个殊胜的功德，然后啊，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啊，才比较有力量。这个阿弥陀佛他老人家呀，成佛了以后啊，在经上讲，阿弥陀佛成佛以来于今十劫，成佛十劫的，其实在久远劫间就成佛了嘛。我们在经上啊看出来阿弥陀佛的因地，我们在无量寿经里头讲了，在久远劫以前有一位定光佛，定光如来，定光如来以后啊，有五十三位如来，一位佛一位佛接到，最后一位呢，就是释自在王佛。释自在王，这就是阿弥陀佛的老师。释自在王佛的时候，有一位果王出家，这果王出家了以后啊，他的法名叫法藏，法藏比丘啊。法藏比丘啊，在对着这个释自在王佛，他就发了四十八愿，发了四十八愿，他将来要成佛以后，一切的诸佛的国土都赶不上他的国土，十方诸佛都在赞叹他的光明无量，寿命无量。那么他发了四十八愿以后，照在永劫的这样修行啊，终于成功了。成功了以后，成佛以后，法藏比丘就变成阿弥陀佛，他的佛号叫阿弥陀佛，他的世界叫做极乐世界。啊，这是在《佛说无量寿经》里头这样讲的。
那么在《法华经》里讲，有大通至圣佛，当时有16王子出家，都是静修梵行，勤求菩提。那么这个大通至圣如来灭度以后啊，那么这16王子统统成佛。那么现在的阿弥陀佛就是第9位王子，阿弥陀佛，这是在《法华经》这样说的。在《悲华经》里头也讲，在无量劫前有转轮王叫做无争念，他供养宝藏佛。这个时候，这个无争念呢，他发愿，成佛了以后啊，他的国里面的种种清净庄严，当时的时候啊，那么宝藏如来就给他授记，授记呀、啊，那么他将来在西方世界成佛，果名安乐，佛名，那么就是阿弥陀佛。这个是在《悲华经》里也这样讲的。在《大乘四等总持经》里讲，无垢严惩启王如来，这个说有个净命比丘总持诸经，他随众生愿广为说法。那么这位呀、啊，净命比丘啊，今天的阿弥陀佛就是净命比丘成佛的。这个在大乘四等总持经里这样讲的，在贤劫经里头讲啊，云雷吼如来时候有王子叫做净福报众音，他供养云雷吼如来的时候，他发菩提心，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后来这位呀、啊，这位王子成佛了，成佛了嘛，就是阿弥陀佛。这是《贤劫经》里是这样讲的。那么《贤劫经》里又讲啊，金龙觉光佛的时候啊，有法师叫的无限宝音行，他弘法度众生，成佛了，就是阿弥陀佛。那么还有《观佛三昧经》上来讲啊，空王佛的时候有4位比丘，烦恼复心，心里起烦恼，那么空中有声告诉他们，把他们观佛，那么这4位比丘啊，统统得念佛三昧。现在的阿弥陀佛就是当中的第4位比丘所成的佛。那么其次的是《如幻三摩地无量印经》，在狮子游戏金光佛的时候，有果王名叫圣威尊重，这个果王啊，供养佛，修禅定，上求佛道，下化众生，后来成佛了，那么就是现在的阿弥陀佛。所以阿弥陀佛呀，成佛以来不止10劫呀，在其他经典讲很多很多呀。那么另外阿弥陀佛有啊，一共里他有好几个要别名，我来念一下，大家听一听啊。阿弥陀佛叫无量寿佛，也叫无量光佛、无边光佛、无奈光佛、无对光佛、阎王光佛、清净光佛、欢喜光佛、智慧光佛、不断光佛、难思光佛、无称光佛、超日月光佛、阿弥陀佛，是4个名号。
所以古来的祖师有一句，有一个句子，一句弥陀法中王，功德殊胜最难量，现生增福开智慧，报尽往生极乐邦。阿弥陀佛呀，这个是佛中之王，光中极尊，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呀，要对阿弥陀佛要有深刻的信心，这样子，然后我们再发愿，再来念佛，这样子我们每一念都能与阿弥陀佛相应。叫这个观经里面讲，阿弥陀佛有84000相，每一相有84000好，每一好有84000光明，每一光明照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舍取不舍。所以阿弥陀佛的光明呢，照了十方世界的念佛众生。那我们现在念佛的时候，阿弥陀佛正在佛光里照我们。那只要你念，不打妄想的念呢，念念与阿弥陀佛的光明相应。所以古来的祖师告诉我们说呀，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我们在这里念佛的时候，大家注意，那么这里的佛七的规定呢，大家都好好遵守。佛七的规定不是限制我们的，不是给我们增加麻烦的，是帮助我们能够得到念佛一心不乱的。所以大家要能够合作啊，这一点很重要的。这个最主要的不要讲话，用这个嘴巴，你一讲话了以后就有漏了，这个功德就有漏。不讲话啊，完全的念佛，是我们这个口业就容易清净，口业清净，那我们的身业在拜佛，意业在想佛，那么这样子呢，我们念念的都与阿弥陀佛相应，这样功德呀就是无量无边的了，无量无边的。当初那个老人被老虎吓得要念一声阿弥陀佛，八万大劫以后在释迦如来座下证阿罗汉。那我们这样念佛，你想想看呢，这功德殊胜啊！啊，那么大家好好的把握这个时间，这个时间呢，念念千秋啊，一刻也不停的呀，好好把握。我们就是要在这个念念不停的当中，成就我们的法身慧命，就是念阿弥陀佛啊，很简单。今天呢，时间到了，我们就说到这里，希望大家能够好好设计念佛。醒世万法原生，因果不虚，断恶修善，自强不息，命由我做，福自己求，积功累德，努力实修，敦伦敬奋，老实念佛，尽此报身，往生极乐，见佛闻法，忍正无生，乘愿再来，普度有情。
是的。